68岁赵雅芝穿纱裙走红毯，专人打伞裙摆拖地，身姿曼妙，皮肤紧致。近日，赵雅芝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一组参加某活动走红毯的视频。赵雅芝身穿一件黑色拖地长裙，后面还添加了黑纱拖尾的点缀，戴着一副长手套，贵气感十足，宛如小说中的豪门阔太。身材也是凹凸有致，这套裙子将她迷人的腰线也完美勾勒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赵雅芝保养得真的很好，丝毫没有看见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任何痕迹，很难相信她已经快步入70岁了。从赵雅芝在个人账号中分享的内容可以看出，她时刻保持着一颗乐观年轻的心态，平时还会参与一些年轻人的活动。前段时间，她还去到了赛车场上，穿着赛车服潇洒炫酷地开着赛车在道路上尽情飞驰着。俗话说，岁月从不败美人，赵雅芝快70岁能有这样的状态已经让很多人足够羡慕。果然像赵雅芝这般拥有好的心态，投身自己热爱生活中，才能掌握主动权，越活越年轻。